好啊，你先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去帮我把包包里面那个小猫猫拿给我。完美插口红是这样的，就插完口红就用。如果你不想那么丑的话，可以把它压回去。好难吃。因为我呢，其实我那叫三步走，就是口擦穿，他们就是要由前往后擦。我说你不要觉得尿尿，然后由后往前擦，然后你只要碰到肛门的阴道就很敏感。这是干嘛？你没有看《火影忍者》吗？我看过啊，所以它就只是个装饰品这样。对啊。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会怎样？我可以火遁，忍术营分身之术。